你先帮我设定一下，现在是要怎么样？欢迎收看《全民风车吧》，大家好，我是宜晨，我正在看我之前去海外试驾，在富士赛道，非常的过瘾。有一些朋友留言说你看起来很开心，然后有些人说好棒，想开，可惜没扣扣。我觉得在海外试驾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，尤其你可以去亲自体验国际的赛道。我一直很想要把这种心得呢完整的传给大家，但是我觉得透过单纯的影片好像没有办法。不过呢，我发现了一个地方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也可以亲自的来体验看看，走吧。噔噔，到了，这一间呢叫做 GameX。我现在的位置在台北的 Neo 19哦，所以大门口一走进来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间店，你就会发现好酷哦，狂飙赛车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你喜欢车的话，这种店又结合了 VR，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体验。我约了店长去看看吧。哎、欸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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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、是真的看不到啊！你这个是 VR 的眼镜吧？是，它其实就是走 HTC 的 VR， 然后我们会变成是身临其境在这个里面的环境。而且我看整个机台都会震动、欸，哎。对，我们其实主要的就是推四轴的 motion， 前进、后退、刹车、进档、退档，或者是颠簸的状况，它都可以模拟回馈到我们的身上来。以前有开过类似的吗？以前有开过，就是没有戴过。没有戴过 VR。这个还有体感是不是？对，整个画面都会因为眼镜然后晃动。不过这个玩这个 VR 是不是有什么限制啊？我看去看 3D 电影都有一些限制。有，我们主要还是讲心脏病啊、高血压、啊、或是孕妇等等之类的，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大家不要玩的游戏。我最近身体状况很好，看得出来。来，我帮你戴上眼镜。好，哇哦，感觉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的手哎、欸，第一次的效果都不错吧？然后这边就是副驾驶的座椅，然后这边就是车门板。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你帮我选，我们去富吉好了。我们之前带过大家去富士赛道。哎、欸，车辆是那个哎、欸、，NSX 哎、欸，好怀念哦、喔。我们都有试驾过哎、欸。就开始喽。哇，好酷哦、喔！我好像真的回到富士赛道一样。哦，这个换挡的感觉是敞车哎、欸，一换然后它踹你一脚。而且它这个啊，它这个方向盘它是没有 power 的。那转起来很重手，然后回馈也蛮实在的。只是这个虽然说是蛮拟真的，不过它没有真车的那种速度感，但是我觉得相当接近了。你必须要看一下时速表，还不错哎。我觉得跟我实际开赛道的体验相当接近了。你看那个退档的感觉，哇，速度太快了。这个是之前我们去富士赛道没有发生的事情。还有观众，各位，我这样你这样看我会不会很像傻子啊？不会，我觉得超帅的。真的吗？对。好酷哦！感觉如何？来，我觉得很棒啊。小雨，请问一下，这一套啊这么棒的设备、大概多少？我想放一套在办公室里面。我们整套这样售价大约是96万。你说什么？96，哎呀，应该相信哥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你想买一台车大概也将近100万嘛，那我们就买一台在家随时都可以开，还可以开到超跑，还有国际的赛道、根本就超好。买下去之后，其实我就有很多车在里面。对，你蛮会推销。当然，我想来这边玩一次，它价钱大概多少？我们这边一次的话，消费是200块，200块这样开一次，对，那很划算啊，96万，哇，天哪！但是我觉得、这个东西可能是。对，像我们这种汽车热爱者，就会很想要来开这种。那如果是小朋友来的话，小朋友我们推荐摩托车，好，我们去看好吧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《创》？我知道，《光速战记》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我来帮大家体验一下啊。来，好。好哦，极速幻影，错。哇，你身材好好啊！啊，对，还不错。对，好了，上架。我们吹了就出发了。还有风哎，这边有风哎。那先闪过，压车卡普一下。不行啊。那如果你要完整的控制这一台的话，感觉核心肌群要非常的用力。这样会不会看起来很愚蠢啊？不会啊。而且我记得这边是玻璃橱窗不会，我觉得超帅。
OK， 我回去看影片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到底是帅的还是超帅。我想绝对完全颠覆你的。那如果我看这个有一点高度，如果是小朋友的话，如果是比较小的朋友，我们就会建议到另外一台。哦，就是比较低，然后它是汽车的。它是汽车的。可是它是在玩什么？它就是有点像马里奥赛车，它吃到道具之后可以加速刹，然后可以攻击别人跟保护自己的方法。对，出汗哎，有一点流汗。所以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。说到运动，真的有这种 VR 然后搭配运动的东西。有，还有另外一个游戏是大人小孩都爱玩的，它也是运动到的东西。运动到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去运动一下。是这个啊？是这个。这个不是人家在那个什么韵律的运动的那种。你有玩过真三国无双吗？有，就是拿个剑砍啊。嘿，没错，游戏是这样玩的。那我们现在一样，化身战国武将，直接在里面砍小兵。哎呦，真的有马哎、欸！抓住你的把手，这是你的武器哈，你可以先拿着它，对，拿着它。哎呦，食指是射击。哎，好酷哎，这个十字弓哎，哎，开始哎，开始哎，哎，你先帮我设定一下，现在是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就射它就对了，就射就射。砸很大，砸很大，砸啊啊！哎，这玩起来会不会很蠢啊？我觉得蛮帅的，一样跟刚刚开车是一模一样的感觉。搓，有 winner， 超强。我从第一台啊，就是算你真的这个赛车的机器，到光速战绩，到现在真的骑上我的大马，哎，会流汗的。VR 现在不只是仅仅只要看而已，现在的体感啊，让你可以身临其境跟运动的感觉，其实都可以搭配在一起。你就是又会娱乐又会兼运动到。是，没错没错。那当然最后哈、我还是要帮大家谋一下福利。嗨，好，你是有点紧张是不是？有一点、啊。我都还没有说。这个福利我们特别为了准备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啊，我随便问的。十张，十张，这是什么？体验券，它是公关体验券，免费来这边玩。好，那之后啊，我们会在我们的不管是 YouTube 上面还是粉丝团上面，我来办活动，直接抽奖送给各位，然后大家呢就直接来这个 Neo 19这个地方，直接来做体验，好不好？拿着这个券，然后锁定我们的粉丝团，或者是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或者是分享，旁边的小铃铛记得要把它打开，你就可以收到第一手最新的资讯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体验就到这边结束，我要去擦擦汗了。我是宜晨，我是小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